4/23嘅啤利漫步，咁啊 AI 啤利問我會唔會揾阿牛精文上嚟做下節目，要睇揾唔揾到佢先。我首先要第一時間，即係好耐冇見牛精文，嗯 ，OK， 即係又銷聲匿跡咁樣喎。等我即係前排見到佢啊，喺邊度啊？食嘢嗰時撞到佢，即係撞到佢，點啊？精神都 OK 嘅，做啦 ，OK， 係啊，玩氣功啊嘛，牛精文 ，OK， 好啦，揾下佢先。翻嚟第四次嘅啤利漫步，等我突撚完咗目擊眼藥水先。啊，我要成日做節目嗰一節咧，唔記得滴。咁我而家係每次咧滴一大滴嘅啫，就唔使即係已經唔係三滴啦。哇，真係好撚正。好啦，我哋賣少少廣告先。好啦，咁啊都要提下大家啦。我哋呢個啲種咧快咧就呢個禮拜尾到，晏咧就下禮拜頭到。咁除咗呢個鮑魚果精種同埋呢個瑤柱火腿種，都係我哋舊年嘅米芝蓮師傅之外咧，咁我哋仲有三隻都係$58嘅鹼水種，即係我所謂嘅甜種。其實咧，你唔落糖就冇乜幾甜嘅。咁就包括呢、這、一個啊。陳皮豆沙十年陳皮啊，鹼水種啊，陳皮豆沙鹼水種啦，啊有呢、這、一個啊金桔鹼水種啦，呢個得意啊，我哋上次試過真係好食噶，同埋呢一個蓮蓉鹼水種，咁大家都可以試下嘅。如果啱啱上開嚟，我哋有貨喺度嘅話咧，我好建議大家買一個鹹一個甜翻去試完之後，你翻你哋唔翻嚟買，我好有信心嘅，一定會繼續翻嚟買。好，下一張。好啦，呢一個咧就係我哋嘅啊乳豬髀啦，即係西班牙乳豬髀，$279。咁其實就唔貴嘅。嗱，記住啊，翻去咧揾熱水浸軟佢先。點樣浸啊？成個罐頭浸落去，令到啲鴨油溶咗。於是乎咧，你倒開啲鴨油，然後將嗰只啊乳豬髀攞出嚟，用廚房紙印佢乾身啲，跟住就去焗或者氣炸就得㗎啦，就係、咁簡單，非常好食啊！呢、這、一個真係啊～西班牙的乳豬，即如果你懂得整下嘢食的朋友呢，我覺得這個呢你招呼朋友回家的時候呢，只有整個汁在旁邊，整些拌菜嚇諗死人，以為你自己做些這樣的東西，好，再去$279、啊、這個馬卡咖啡，一包就有10包、啊、我們現在有新包裝，新包裝其實都是這個包裝，不過多了 label， 個 label 就不是簡體字的，大家放心啦。除了馬卡之外，還有東格阿里、印度人心和羅麗果，最重要就是好喝兼提神。買兩包$158，兩大包就送一盒價值$98的奧榮哥奶的奧榮哥的海無糖海南茶，無糖那隻紅色包裝，價值$98，即是一包都便宜你$40多，即是$100一包馬卡咖啡，這些在外面買$300多，如果我即是我不是用自己做的話。好，再去、啊、就是送這個了，海南茶的無糖10包裡面有、啊、好好啦，那我除了我們現在賣緊翻齊貨馬來西亞的薑蒜檸檬醋之外，我日本富士紅胡醋我都要講一下的。講過我們曾有播的，這一隻醋比較容易喝的，15ml開水 ，OK， 咁啊對你收減佢啲內臟脂肪咧係非常見效嘅。咁啊飲完啊一支之後咧，如果你嘅內臟脂肪冇改善咧，根據佢講咧就10倍奉還啊！你哋嘅即係訂金，咁大家試下啦，唔夠貨嘅。不過呢個日本仔咧，我覺得佢有啲啊鬼馬產品冇問題啊，所以咧。啊！我而家就我呢排就好少講佢啦，咁但我有貨喺度，我梗係要繼續即係推銷下啦。咁但係呢個日本仔咧，真係咧，而家一代日本仔同之前嘅日本仔都係有啲唔同嘅。咁啊，呢個富士紅胡醋好出名嘅啊，好再去因為頭先見到桃紅色嘅拼都唔係拼啦，桃紅英文係咩我都唔記得咗。其實上宴咁，當然介紹呢個勇松泰啦，$799一樽啊，6粒。咁啊，三盒咧就係$2200，咁啊強腎啊補機能，咁啊大家心中有數啦。好，再去木經眼藥水啦，買6支有9折，買12支9折之後再送多你一支 ，OK。